哇哦，人很多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各位来到由吉运文化打造的徐浩朱元斌重生 Rebirth 新专辑发布会现场。此次发布会的网络直播由酷狗音乐、酷狗繁星、酷狗星月坊独家呈现。在这里提醒一下，观看网络直播的朋友可以发弹幕和送礼物，与我们的这个现场进行互动。送礼物呢，赢得这个前五名的朋友将会得到由酷狗繁星送出的精美礼品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说到这个最重要的今天的主题。这张专辑呢，是两人自出道以来的首张合体专辑，也将会是唯一甚至有可能是最后一张的合集。这一路的成长呢，赋予了两个人沉淀和积累，让两个人对梦想有了新的感悟。专辑里的每一首歌，每一个音符，都是他们对我们的宣誓，向我们传达着坚定的信念。这种信念就是在一切都还没有看到结局的时候，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轻言放弃的。好，现在就有请徐浩朱元斌。结局，没有人能学会放弃，轮回中的画面拼凑破碎的记忆，终于我们再次降临。手的抒情，解开美杜莎的咒语，千百年的后知还未能看到结局，却没有人能够放弃，轮回中的画面拼凑破碎的记忆，终于我们再降临。非常精彩，好，谢谢我们的 dancer， 好，真是多日不见哦，还有粉丝送花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这个粉丝朋友非常热情，我们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徐浩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是猪猪，非常感谢你们能够。